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要分享为什么星球会旋转的一个小实验。我们从许多的观察当中发现，不管是行星、恒星，或者是整个星系啊，都在旋转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些星球的形成其实都是由于宇宙的尘埃，也就是微小的粒子，不断的因为重力的吸引而聚集而成。在这些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粒子碰撞。现在我们用两个球形的磁铁来模拟粒子的碰撞。你看，这一次的碰撞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旋转，而这一次的碰撞呢，两个粒子吸引在一起的瞬间，因为撞击的力道没有在一个垂直面上，所以产生了力矩，这就造成了粒子碰撞后的粒子会有旋转的现象。在宇宙中，因为没有摩擦力的影响，只要碰撞的平面与速度的角度不是完全垂直，就一定会产生旋转的现象。我认为这是所有星球以至于星系会旋转的动力来源。以上就是为什么星球会旋转的分享，我们下次再会。